电钻小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，给这个客户家看一下这个马桶。客户给我介绍说，这个马桶现在就不通憋气，然后你这么一冲水，这个水马上就起来了。这种情况无非就是堵了，就很可能就是是流水流的，堵了。咋个个走个不走？这都过了3个章了。客户说，在我之前呢，已经来过3个师傅了，我是第4个。客户说，每个师傅来了都是换法兰打胶，然后到晚上就漏水了。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做法，说我拿了个法兰过来，说你也别换，换了也是个漏。不管用，这都过了3个章，连你第4个章。听客户讲述完他这个情况，基本上有一个判断了，那就给他拆了吧，拆了先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。但目前来看，肯定是堵了。上一个师傅的胶可没少用啊，这个马桶拆得很费劲。上一个师傅弄完应该就是一两天吧，看那个胶完全都没有干透，看看里面，哇，全部都是胶，简直就是把一个马桶底部全部用胶糊起来。把这个马桶拉出来先看一看，先把马桶的水都倒掉，一会儿我们要把这个马桶做个处理，详细的做个检查。哎呀，这地方黄金万两呀！看一下这个下水管，这里套了2个法兰。哎呀呀，本身做过移位，那个水管就比较薄，再压这2个法兰，压得透不过气儿，所以就堵了。现在想想应该怎么办吧，因为之前3个师傅都这么做，我再这么干也没什么意义，所以想一想怎么弄。还是一步步的来吧，先做一个避水试验，测试马桶是否有其他的地方漏水。有时候马桶有那些烧的火烈，它也漏，但是你很难察觉。先把马桶架起来，架空，架空以后给这个水箱倒满水。哎，这地方漏水，什么情况？是我水添的太多了吗？这是个侧按键式的，因为它这个空间有限，就装了个侧按键式的。这是一个按键，这么一摁，水就排出去了。这么一冲，下边就冲得干干净净的。现在准备找个塑料袋，把马桶的下边给它堵掉，把排水孔堵上，然后添满水，把水放出来。做一个避水试验，检查是否有其他地方含漏。等待个3-4分钟，然后看一下底部的情况。找了半天，除了这个排污口有一点点漏的痕迹，其他地方都不漏，可见这个马桶没有问题。只要马桶不漏，那我们就下一步操作了，直接装法兰。之前压了2个法兰，压的有点太狠了。我看了一下这个移位管呀，套1个法兰是完全可以的。装上法兰以后，这个高度也够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在法兰的边上和这个管口接触的面打一点玻璃胶。因为这个空间小，在推坐便的时候千万不要压到这个法兰。要等这个管口完全对正了，我们再慢慢的放下去。现在我们就连接好水管，开始上水，准备测试。不打胶，我们就反复的冲，水上满了就冲，冲个7-8次，看一看效果。阿姨说，我和其他师傅不一样的就是，我是先试水后打胶，其他3个师傅都是装好以后打好胶，告知客户3天2天先不要用。冲了7-8回了，现在用这个纸皮试一下这个下边，完全没有漏呀，一点都不漏。不漏说明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现在我们给它把胶打上。马桶后边的空间比较窄，这个打胶呢就比较费劲了，用手掏进去一点一点给它抹上。一切正常，现在问题都已经解决了，水箱盖给它扣上，马桶盖给它也装上。奇了怪了，这不是挺简单的吗？哪有那么复杂呢？活干完了，把手好好洗洗吧，刚才的黄金万两实在有点膈应，这活一般人还真下不了手。
告知客户使用须知，现在胶已经打上了，可以用。7:40了，5点修的马桶，现在说又漏水了，说是容易晚上漏。我是第4个师傅去修了个马桶，5点修的，这个客户说到了晚上1-2点这个马桶就漏水了。好家伙，前面3个师傅都是这样的，我是第4个，没想到这才7:45嘛，这就漏了，给我打电话。现在我把这边的活已经结束了，再过去一趟，再看一下到底是哪儿漏。当时我就没打胶，我压好了以后我就冲了7-8次，他一点漏的痕迹也没有。哎，我们一走他就漏了，好家伙，我过去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漏的，还见鬼了，我就不信。到达目的地，下车给他去看，干完这一单回家吧。一进门阿姨就说，哎，漏了漏了漏了，一地都是水，说你这样弄不行不行，还得漏，看现在又漏了吧，一地都是水。我了个去，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我们先把这个水擦一擦，沿着打完胶的这个边呢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说是破了个洞，水就这么流出来了，这也不可能呀，实在是有点不符合逻辑呀。看一下后边，包括后边我都给它抹上了，沿着一圈检查过来，还真的是从这个按键这地方漏水了，就是这么细细的一溜水往下流啊。这个地方比较隐藏，嘿，还看不见，看不停的在流水，这也不应该呀，当时我们看了这个水位正常是上不了这么高的，那它这个水位没过这个地方肯定会从这里流出去的，因为它是通的嘛。那我突然间判断出它这个原因了，它漏水是什么原因呢？水位上到那个刻度线它是不上水了，我们肉眼是看不见它上水了，但是它的上水器肯定是有毛病，它在微渗，就是那么一点一点的渗水，然后渗这个水位高到这里了，也就1-2个小时都过去了，然后这个水就开始往外流。这就是客户所说的到了晚上就漏了，到了晚上就漏了，大家都不用了嘛，这个水不断的在渗，渗的高过这个位置就漏出来。现在把这个水位再给它往低调一点点，而且在那个按键的地方呢打了一圈玻璃胶，用这个胶可以封死了，差不多了。最主要的还是那个上水器，那个上水器如果不断的渗水的话，那个必须要换了。大家看这个视频有没有不同的见解啊，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，评论区多多指点。